庆新生系列《世说本草》是由北京同仁堂全力支持。教授啊，嗱呢一种中成药咧，我自己都成日食嘅，就是白凤丸啊。一讲到白凤丸咧，我就想起白色嘅凤凰，梗系同鸡有关噶啦，系咪咧？其实讲起来了，凤凰呢是人们心目当中的一种神鸟啊，但是它呢这个原型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就是鸡。我前一段啊到四川的这个三星堆去过一次，四川的三星堆里边啊出土的就有一个铜鸡，当然这个是复制品了啊，你看看这个，哎，非常写实的啊，这是中国的一个吉祥物。咁而家真係好方便啊，教授！我記得以前好大粒，要慢慢咁樣搭嘅。而家咧，佢變咗係好似藥丸咁樣細細粒，你可以揾水嚟到吞服。打開以後，哎，這個現在呢，裡邊這個是丸中還有小丸子。咁既然呢一個咁樣嘅吉祥物咧，佢又叫咗個名做白鳳丸，係咪佢裏邊嘅成分咧係有雞喺度嘅咧？這個白鳳丸呢，它這個裡邊确实有鸡，但是它的鸡和一般的这个我们家禽的这个鸡不一样，它是用的一种乌鸡。咁啊唔怪得知啊，我发觉有时啊，即系我哋女士嚟讲，如果手脚冰冷咧，咁你食咗白凤丸之后咧，就真系佢系行血啲，嗰啲手咧都即刻暖翻啲。在李时珍的这个《本草纲目》里边就讲到这个乌鸡的功效，可以干什么呢？益精血啊。补肾气是非常好的一个药，特别适用于女性服用。但是我这里想说一个哈，它不是说男士不能服用，男士如果是这个药想补虚强身呢，也一样可以服用。